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录制我们的网红访谈式的预告啦。那网红访谈式呢，就是在会在每周六日的时候录，六还是日的时候录制，然后会在下周的六日前发布。然后我们的访谈名单呢，是我后面讲的以下人，也是我的好朋友们。那我们第一位呢，是我们的副台主 GTO 台湾警察大队。那 GTO 台湾警察大队应该知道我有跟你说过预告的时间了吧。然后还有第二位是阿尤库屈达，第三位是夜空钻石，第四位是不当班长的 QQ 蔡佩瑜，第五位是红红，然后第六位是小姚实况台，第七位是寻找花衣，第八位是小家奈夫，第九位是佑佑实况组，第十位是粉红秋，第十一位是安以胜。那以下十一位呢，就是我们的访谈人物了。